是时候展现我真正的技术了。今天我来带大家做手工。纸头和纸杯能做什么？一看你就是不关心网络大事。网红手工纸杯音箱知道吗？据说有 3D 环绕和混响的效果，我真是迫不及待想试。完成，来试试效果怎么样？为什么放进去声音反而变小了？一定是我放的方式不对。说好的混响效果呢？什么网红制作方式果然都是骗人的，我下次要再相信这些，我就是垃圾。你石像老师，你怎么了？你自己唱成什么样的心里面的十三数吗？我唱的不好听吗？觉得我唱的好听的扣一，觉得我唱的不好听的扣字，反正我也不会听。别信口开河，全网最有排面的开箱测评节目。石像老师，老板刚又怎么了？老板，你找我什么事儿？王大河，你看看你现在拍摄件脏的乱七八糟，现在文案也不好好写，拍摄也乱七八糟，你再这样下去你是不想干了吗？今天下午你要不把整个公司打扫干净你就卷铺盖走人。就是这样，我被老板骂了整整半个小时，一个人打扫一整个公司，我怎么办啊？石阳老师，不要担心，这不是有我呢，看这个，这不是汽车清洁泥吗？用这个怎么打扫卫生啊？你把这些混合起来在公司地上滚一圈，很快不就能打扫干净了。哇哦，石阳老师你真聪明。2 hours later， 这个手感跟我的肚肚一样，确实是肉很厚实。你怎么这个样子？开整。好嘞，我来。石小老师，我来吧，你休息休息。终于，哎，老板你看，不错，好好干。耶，石老师太好了，我不用走了。咦，信口开河，全网最有排面的开箱测评节目。这是啥？老板的泰国特产。去趟泰国就买了个枕头，老板脑子瓦特了吧？再说了，这玩意儿也没有很舒服。拍影必有果，你的报应就是我，就是我。那就不要啊。和传统的乳胶枕不一样，这个枕头更松软 Q 弹，无论什么碰到它都会弹起来，就像这样这样，甚至这样啊。所以说枕头呢就应该好好的用来睡觉，不要有花里胡哨的玩法。好舒服，软软的，就是睡久了有股怪怪的味道。石像老师你觉得呢？这是泰国风味，正常。老板什么事？你最近表现不错，奖励你一个泰国枕头。嘿嘿，石强老师，你笑什么？我想起高兴的事情。那我就放心了，我去睡会儿了，回见。信口开河，全网最有排面的开箱测评节目。有的人问我做拉面的诀窍是什么？煮好拉面的关键是一口好锅，所以今天我来教大家如何正确使用这种面锅。你若不信，让拉面告诉你结果。这是一口身心白煮的锅，岁月的打磨能让面的口感更加自我。哇，嘶牙牛逼！而三位嘉宾也不普通，招牌豚骨叉烧、番茄豚骨，还有泰式海鲜汤阴光。接下来开始展示我的煮面神功。求你了，别再强行押韵了。面锅插电，注水至六分满，水沸腾后，拉面下入锅胆，让面锅里的水亲密接触到每一根拉面后，开始处理汤汁。把三种料包汤包放入不同的碗中，每碗注热水360毫升，把口感发挥到极致水准。此时已经过去4分钟，捞出拉面装入口中，三碗豚骨拉面制作成功，面条热气腾腾，芳香四溢。先吃豚骨叉烧作为前戏，一旦对一手，肉质饱满，面条松软，豚骨汤汁在口中回甘，再一种一旦番茄豚骨，番茄酸中带些甜味，最后一旦留给泰国口味，虾肉、鱿鱼肉、面条和汤，仿佛在我口中跳泰国恰恰，一口高能，两口销魂。石像老师，来一口呗。等等，你不是测评过吗？管他呢，吃面。你看看你现在的鸭子，满面油光的，怎么见客户？王大河，你下个月的奖金没了，再不把脸洗干净，以后不用来了。就是这样，放心小姐姐，你救救我。试试这个洗面奶，还是古龙香味的。这有啥用，别说古龙了，出流香都救不了我。傻河，这是马丁洗面奶，能深度清洁皮肤，不信你试试看。哇，清洁力是不错，但一般洗面奶不都能去油吗？这可不一样，里面的有机活态因子能给皮肤做个深呼吸，不信我们再做个实验。大河，你刷这个，我刷那个，怎么样，神奇吧？快去洗脸。我先走了，谢谢你。如何想象早，报告老板，我洗过脸了。我看看啊。王大河，信口开河，为什么倒霉的总是我？这是个什么？屁能逃得鼻子吗？这是核桃夹的升级版，弹簧核桃夹。怎么是你？我的身上老师呢？谁让你老欺负阴阴怪，他自闭了。略，核桃夹难道不是这样的吗？
一夹一个准。你这个东东不就是这么一弹，根本就没用。哼，核桃往这里一放，轻轻一弹。哎呦，这东西怎么这么吓人？这个力度看着都疼。你敢来和我比试一下吗？比就比，谁怕谁？一人十个核桃，看谁能先吃完，谁输才脑崩。我会怕你吗？完成啊，好累，我太难了。哇，小太阳，你这个好好用啊！王大哥，愿赌服输。小太阳，不博弈，放过蜜吧。沈夏老师不在的第一天，想他想他，辛苦快活，全网最有排面的开箱测评节目。这是一个可以训练万里的。球调节档位就能直接开始训练了。今天我和拉克勒斯来挑战最高档位。哎呦妈呀！刚才是展示万里球的另一种玩法，让人瞬间提神。嘿嘿，剩下老师走，搞事去。别搞事，你会后悔的。安啦。哎。啊，老板，给你个东西。啊，这啥玩意儿？好大手！王大河，别跑！等下风。再这么跑，不出3:14:15926秒，我就要被抓住了，咋办？啊、东鹏特饮，哈哈，我用满血了，嘿嘿嘿，这就是 power， 哪里逃？不、哎哦，这不可能，我明明喝了这个。很可惜，你只喝了一瓶，而我喝了两瓶，受死吧！哎、别打脸，我下次不敢了。就像你们看到的，这是一头百变小毛驴，它可以这样、这样、这样。好了，测评完了，拜拜。信口开河回来略略略，说出来我自己都不信，这其实是个卷纸筒，轻轻旋转他的屁屁，把纸这样放进他的身体里。哎，为什么放不进去啊？要放空心卷纸。空心，简单、啊、我可真是个天才，天生蠢材。哼，在温柔地把他的屁屁旋转上，你就可以尽情地抽他。嘿嘿嘿嘿，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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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啊，感觉身体被掏空。嗯，沈小老师，你有没有听到什么奇怪的声音？没有啊。那是我幻听了吗？放进厕所里。哎呀，好疼。嗯，谁？我今天怎么老是幻听？嗯，老铁要纸吗？我的好，你清醒一点，清醒一点，这不是真的，不是真的。您的爱心抽纸管家已上线。啊，辛苦开盒，全网最有排面的开箱测评节目。王大河，你也来加试一下吧。哦吼，嘿嘿。追不上我吧，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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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。王大河，被我打败了。战斗一起。水象老师，你下次能不能温柔一点？哼，还不好好工作。呜，这是一把超级防水的变色雨伞，伞上白色部分遇水就会变成红色。接下来我就要测试一下这把伞究竟能不能防水。当雨竖着下的时候，可以看到防水性达到了90%以上；当雨侧面下的时候，防水性勉强达到50%；当雨从四面八方来的时候，我太难了，防水性为0%。切，这把雨伞防水性不过如此吗？除了帅气一无是处。烂，这不是挺符合你的吗？你说的很有道理啊。走，出活喽。信口开河，全网最有排面的开箱测评节目。谁能帮我把这个香蕉切开？奖励5毛钱。嗯，嘿嘿。表现不错，这个也加奖金。耶、yeah, ，这个月有奖金了。嘻嘻，这就是魔刀气中的战斗机，超级高大上的外观，这个颜色看着就很高级。这个颜色跟你很配啊。你闭嘴，被他磨过的任何东西都能变成刀，就像这样。刚刚啥也没发生，再重来一遍。哇哦，好棒棒呢！他能把任何东西都变得锋利，甚至是……石像老师，我有个大胆的想法。你想干什么？有事好商量。你干嘛？我就是想挑战，把这块板砖变成一把刀啊！开整！不行了。王大河都挑战不成功的东西，我就不信有人能挑战成功。不服来战啊！略略略，信口开河，全网最有排面的开箱测评节目。快去准备准备，老板让你去和香车美人约会。香车，等会儿我去打扮打扮。香车在哪儿呢？走，骑车去。就在你脚下。香车美人？
这是香川美人，采用铝镁合金打造，科技感十足，手感非常厚顺滑。嘻嘻，接下来我王大河教大家如何跟美人约会。首先要轻轻握住女孩子的手，大步向前走，步伐要自信。漂亮女孩最喜欢自信的男孩，如果女孩说累了，那一定是饿了，要体贴的喂她吃东西哦。你是认真的吗？当然，吃饱了才有力气继续约会嘛。对，一定要和女孩子做一些互动，比如抱起她转圈圈。哎妈，好晕。妹子摔倒时一定要看妹子有没有受伤，记得给她掸掉身上的灰。只要学到这些，我保证约会100%成功。不说，我继续约会去了。哎，这货真凭本事单身啊。